我是立委范云，非常谢谢大家今天晚上还来这边一起为我们台湾的民主加油，我们的国会的民主一点一滴正在被蓝白香港化。我们反对国会任意扩权，可是我更担心我们从我们的委员会的民主被没收，政党协商的民主又被没收，然后最后连议场每一个人都必须要就是具名表决的这种基本的对选民负责的民主都被没收。所以谢谢大家，我们的很多的委员勇敢力挺，那谢谢大家也帮他们祈福好不好。那台湾加油，台湾靠大家一起打拼。为什么我们在乎我们的民主？因为它是我们的台湾人，我们流汗流泪流血争取来的，我们一定要守护我的民主。谢谢大家，台湾加油，谢谢你们过来，谢谢你们用力传递出去，用力打破我们的同温圈，一起把真相说出去，把真相传递出去。谢谢大家，我们理性，我们保护自己的安全，我们保护自己安全，不要跟别人起冲突。我们用理性的力量，我们保护大家，好不好？谢谢，请自己保护自己，谢谢。那我们再给委员一点掌声。好，我们讲委员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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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员加油。好，我们看到我们有非常多非常辛苦的好立法委员继续在里面挑灯夜战。好，我们给我们这些辛苦的委员好再一个掌声，再一个掌声。加油加油，台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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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跟大家报告，我们刚刚在里面一直跟黄国昌讲说外面很多朋友找你外找，但是他都冷笑回应啦，希望等一下12点如果立法院有结束的话，他会愿意出来面对他这么多的朋友关心他人，好不好？好，持续努力，委员加油，委员加油。我刚刚坐在黄国昌的后面播放了愿荣光归香港，但是我现在觉得岛屿天光更适合我们，大家一起努力，一起加油，我们不能让台湾变香港，我们不能让黑箱在台湾的国会再度呈现，所以请大家支持我们，请大家给我们力量，让我们一起守护台湾，台湾加油，谢谢大家，我们加油。那我们再给这些委员一点鼓励，委员加油。